家好，今天我们将学习什么是 Telegram 频道。Telegram 频道就像是一个电视频道，用着可以向大量的人广播内容，就如我们所观看的电视频道非常的类似。Telegram 上也有很多我们可以加入的频道，这 Silver Service Initiative 频道就是您加入的其中一个。那其他有用的电视频道就像是新闻频道，好像早报的频道。那为了加入早报频道，我们就到顶部的搜索栏，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放大镜，我们就点击这个搜索栏，当我们看到光标闪烁时，我们就输入我们正在寻找频道的名称。在这里我就输入了早报 .sg， 那是哪一个呢？乃是第二个，这里说到有17701个订户的，我就在那里点击它，然后就到下面的 join 加入，那我们就加入了这个联合早报的频道。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有关世界新加坡的相关新闻。为了返回我所有的聊天位置，我就点击左上角的蓝色箭头，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取消，那我就回到了我所有的聊天渠道咯。同时在那里我也看到早报的频道，希望您觉得这很有用。如果您有兴趣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 Telegram 频道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提供您更多的信息。谢谢您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